朋友有三种法要注意。如果大家在座诸位，你一定都有朋友了，你有三件事情，交朋友三件事情。一，朋友有过就是有过错，一定要劝告他，你说告诉他你这个事情做下去是不对的啊。或者是碰到邪知见，邪见说你看你现在亲近的是恶知恶见的，是附火外道的，一定要劝他早日回头，这个是真的把他当作朋友。朋友有过一定要劝告他早日回头啊，早日回头啊。所以那个台湾那个歌寡语啊啊，哎，苦海无边啊，回头时间动动差，伊就是安尼甲你苦劝啦，甲你苦劝啦。哎，先人怕过无虚错，卡不打叉下人无啊，动动差的。要改过迁善啊，要改过迁善，不能一直错下去。是好朋友，我告诉你。你今天如果说走错路，或者是你有缺点，碰到那个人来告诫你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也把那个人当作是最好的朋友，因为他在救你。第二，朋友如果有所体悟佛法，或者是好的什么事儿啊，好的什么事儿啊，要为他高兴，要为跟他分享啊，因为他走入正途。第二，朋友。对佛法正法有所体悟，要为他高兴，要跟他分享，好好的讨论，要互动，让大家走入正途。第三，朋友有苦难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放弃他，一定要救他，尽你的能力。尤其是我们出家人，出家人啊，不简单。你看我们这里全部都是高学历的，大家念到硕士博士来这里出家，师父很感动，师父很感动啊！那这些法师很了不起，大家能够来走出家路，这么高的学历，师父非常的赞叹啊！